The Hyde 将现代生活以及奢华与自然风光融合为生动活泼的艺术品。受到英国海德公园设置的蛇形亭子前卫方式的启发， The Hyde 是一种美学的构造，在大自然的背景下和谐的平衡，全高的玻璃幕墙和隐形的窗户可将视野一览无遗。 The Hyde 是无国界生活的邀请，以高雅为重。 The Hyde 的各方面都赋予了安静的特权，它以光滑雕塑和独特的外形与众不同。 The Hyde 精心美化的茂密热带植物提供了微妙的遮挡，提供了一个宁静安详的环境。此外，具有多个安全级别的智能家居系统，还为屋主与指定来宾提供了外交官级别的隐私。从地面到屋顶的 Hyde 创造了一个迷人的现实，将屋主联系在一起。似乎被雕刻的景观所环绕，以星座池为中心，花园俱乐部是在大自然的轻松怀抱中创造和庆祝瞬间的理想场所。露台花园、大支柱、当代线条如同一幅艺术画，令人叹为观止的入口提供礼宾服务和现代化设施。星座泳池 Constellation Pool 就在我身后，是一个50米长的泳池。LED 星座在泳池的地板上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无论在晚上看什么，都可以将上方的天空反射，并凝视自然。健身房不仅仅是一个进行身体锻炼的地方，可以看到游泳池和周围的绿地是锻炼所有的感官的地方，一个有利于整体健康的环境。宁可让孩子们在大自然的环抱中学习与互动，从永恒的千秋和滑梯乐趣，到攀岩墙令人激动的挑战，再到书屋童年的梦想， The Hyde 的儿童游乐场随时准备提供最佳的探索乐趣。